还敢地雷直接干他，他体质好，扛了一枪哦，两枪没倒，先把撂他呗。准备弄他，我去挖开。没头。哎，就一个？一个。哦，我怎么听着两把枪？我好像也听着两把枪。为什么这次啊？换枪吧。会捡大炮了，会捡大炮了。那里边有大炮，来一百。刚才路过那个包挺肥的，三级甲好像还60。我剩40了。甲好吗？我46啊。换狙呀，走吧。有迷你。七杀，七杀。迷你狙。大炮呀，大炮在哪儿？不告诉我。大炮在主楼，主楼，主楼。有配件吗？有，这下面拖车板。哎，没有拖车吗？有，暴力，暴力。带我去啊！顺便开车，刚好。就在主楼，我也忘了。二楼。在你买号出了问题，现在下班的好兄弟都死完了，别人暴躁啊，下班的现在每天不也得工作时间，现在只有一个在线，应该在这儿了，又不是24小时，暴力好像明天吧，48的甲。你私聊他一天的，几电帮你记一下，兄弟，一天都不在，几电，说不定那个电出问题了，也可能不知道。你告诉我，我帮你解决，好吧？肯定不会不理你。他不会开在这里边的车吧？没有吧，不是这个方向。还他妈有这种操作，空中交接。啊？说啊？啊，卡 bug 了。真 bug。好嘞。干了。快，这个逼好不对，那死了，快，大刀俩，人头，快，刀俩就剩一个了，补了一个，快快快快快。两个头，哎，我抢了几个？抢了一个。他他妈吓我一跳，怎么在我这这一会儿？我操！你他妈的没看见？我没看呢，我看右边呢，我看右边暴血。瞎瞎。没看左边，别叫，别狗叫。鸭叫是吧？嘎嘎。60的装甲，下面。我操！我操！这么多包连在一起，怎么舔？差点儿啊！还有喷子。那石头吧。不止一个吧。大山，然后他左边还有，啊，对对对，不止一个。你拉一下吧，右边石头拉了，就好打开了。
哪个？这边，这边，二号里这个。不行，我他妈枪口上天。我他妈老手枪了，操！还有个在哪？还有个在你的。 325，我的妈！他妈骗人，左边。吓我一跳，左边。我的325。你他妈说我右边不就好了吗？我他妈看左边，真坑人。我肯定看着他们的方向。他妈哪那么拉呀？ 他妈拉不着死吗？那什么枪械？直接他妈一毙掉他！骗人！坐坦克雷过去。干什么？你他妈坐三号位干啥？我他妈切不动，操！我以为你脑溢血了，我都给你打120了。OK。 解不解决？今天已经下班了，我给你记着，兄弟，明天给你解决。半夜别玩了，我操！下班了，不是工作时间。别撞了，哥。 搞快！ 走，看看车库在那边。往右看，真的。你说的记好了，行。叫啥名字？给你置顶，好吧？你叫啥？怎么会不给你解决？前面。你说你叫啥名字？我好找，我等会儿给你置顶。 能解决肯定帮你解决，只要是我们这边的问题。干啥了？啊？<笑>看弹幕去了。简直的状。看到弹幕说：“你谁看过《道士不好》？” 对，别犯，对，我在想进。微信名还是有的，肯定微信名。我知道你游戏名有啥用。饭。啊？说啥？怎么搞？什么怎么搞？我说怎么搞？什么怎么搞？我说怎么搞？哦，你看一眼，你开车你问我，二十多个人。二十多个人的。 挂挂挂挂！糊了吧？253米爆我的妈的！确实，这枪声。还好我这。打个勾啊！我他妈还比你笨了呢，还我挡个勾。妈的，打药！这狗啊！你在后面打药不一样吗？不行，不安全。
哎，是。干的，他妈的，这队友不应该不是关。有有，没事，正常正常狙。石头吗？哎呀！干啥了你啊？跑过来还能让我打，让他打我呀？残忍！炸到了，炸到了，一丝儿。右边没血，没打药的。跑过来不架一下的，我操！你这都敢冲啊！我他妈怎么不能冲呀？那冲过来你能架呀？操！架不到，你没跟我说呀？石头不有一个吗？你不说你不没有吗？石头没有，这他妈不是石头的吗？你上去了以后才到，真拉呀！没事，已经很棒。沟通了是吧？意念玩游戏是吧？你又说没有，没有那不就能上了吗？问你问完了不就问完了？你说没有，那我不就意思就是能上了吗？啊，有我肯定不上，没有那肯定上。扯屁！他怎么还能走出来打我的？打过呀！我他妈走出来就被他直接打残，谁知道你在干啥呀？还能让他走出来打我？这个坡凭什么走出来的？又不是什么反斜，打不到。我他妈在这儿，在这儿怎么打不到？他就要走出来打的，这个坡凭什么打得到？拉稀。兄弟，打不到。太人精。以后就叫你国王吧。妈的，假裂了，哥们！记好了 ，OK。妈的屌！看上我狗渣了，哎。行，有点饿了，整个面包掐掐。让你拿狗渣，没了吧？减肥吗？不许吃，我吃全麦面包，这就相当于我的晚饭。全麦面包，没问题的。疯了，疯的是哪一个？
凤凯好吗？凤凯一个字垃圾。他们说要戒了你的狂，就像擦掉了污垢。他们说要顺台阶而上，而代价是低头。那就让我。鸡了这把。不要脸！傻逼！他妈的，白给一击！妈的，必吃鸡的局打没了，已经很棒了。非常好打这把，这三拉胯。加速器怎么领取？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另加。就任何问题加微信就完事儿了。赌场好多啊，我操 ！Go go go！ 我好穷啊，我靠！扩容要不要？哎，快速就行。对啊。二楼，二楼，红楼。
六老板，继续盖干，不要停。上三楼了，他打倒一个。三楼两，我看到了。好像不对吧，来了那个喷子呢，不知道啊，楼顶看看。我记得我咱们进来那个口子有个喷子的，坏 M4 这是拿蟹啊。爆掉了没？红楼爆了吗？红楼有人吧？没人吧？红楼跳啥的？一对一打倒一个吗？跟你打的那个一对一的。好穷呀！红豆，来得及。哎呀，换枪，我都没换。掉了掉了，不止一个人，多。走，连环刀。上不去吧，这个车。这车也没胎，真恶心呀！这几个狗，工头在哪呢？在这儿，山上，山上嘞，没看到车。红楼，看看红楼，红楼这儿没看到啊？没有，他妈的没车，车打倒了。直接锁不，直接两枪，一枪头，一枪身体。没车了，这都被他们卸了。哎，哎，屌毛，想弄他怎么办？怎么上去呢？这个问题。这他妈怎么上呢？欢迎蚊子哥。脸上不欺负，那个车也没胎了。他们会不会去舔空头啊？他们压根就看不到，舔啥？那车被卸胎了，少胎的，他们少一个。我上了，不管了。还在。还打你了？没打我，没打我，撤了好像。嘟嘟嘟嘟嘟嘟，撤！他们肯定往我们这跑啊！搞他！杀几个了？后院起火，八杀，电厂砸下。
你给他打怕了。找工头。工头应该在电厂吧？不应该呀、啊。怎么可能在电厂？他们开车了，他们开车了。还差四张半卡过一星，兄弟们，能不能过一星？你看到过？半个小时连张半卡都没有啊，兄弟们。还差四张半卡。那么low，妈呀！打谁？右边远点有一个老板，这他妈你们打的死！先搞近点。右键我来了，欢迎我刘哥，刘哥来了，刘哥。司机给你一半，你还搁这抽烟是吧，大兄？不想混了。哎，上车了。就一个。帅。死个屌吗？谁他妈丢的？操！我丢的伞。这就来了，来了来了，还铁。我能看住，不让他们往右拉。我炸到一个。不忘出，回枪没看到了，没了，回枪。我操，一级甲。我操，八倍，这么多八倍，三级包，哎呦，又来了，来了来了。我操，这个雷吓我一跳，小的杀不少呢。但是找我俩不是找死吗？不是，山上好有人在跳五十五，有有有，一级头一级头，不是山上，左边左边，不是山上。谢我刘哥的两张转发卡，谢我刘哥。看到有个屁在那爬，吐到他了，不是看到他了。老登，干坏事。没大炮、啊。我没有三级包，我很难受难受，懂吗？那你难受吧。你有是吧，小毛？我肯定有啊。走吧。空投呢？那那那那，看到没？看到没？我超幼稚，停过了。哎呀 ，man， 欢迎我剑哥哥。三枪，三枪，我操，没死。别搞了，车要爆了，有事。方去换车呀，往哪儿去呢？
这儿。大仓呗，在这也行啊，大仓。就那儿吧，别跑了，不想跑了。二级套，那感觉是废物。山上，皮卡人不多，好像。三个吧，好像两个还是三个？三个。三级套就他，摔死一个是他吗？摔死了，唱歌的。他妈的打不到呀，在二号位。没有三级甲，来，不是没有三级包，有没空玩吗？我去看那个。哎呀，这个破车，真的。啊！我要难受一把。啊？我难受一把吗？三级包。烦，最痛苦的事就是这个，受不了。我操！我捡错子弹，还有个就跑了，没空到时候，天下我有。老邓有没有固定时间？晚上呀、啊？就现在，我操！大鼻屎，拉不拉？一狙一喷有必要吗？这缺没啥必要，应该。不会有防区的，有的时候再拿呗，现在不需要。哟，他烦我了，开始。哎呀，三级吧，妈的，真舒服，八倍你要吗？不要不要，我他妈那边包全是八倍，还差两张慢卡过一星，能不能过个一星，兄弟们？还差两张慢卡过一个一星，兄弟们，能不能过一星？固定几点？晚上六点到两点，还这个点？快打呀！差一个，还差一个，往路边撤。他妈也说完了，他往马路中间一停。你他妈不看光标呀！我他妈知道吗？我他妈开开枪，你看光标不就好了？你妈的打倒两，你韩老师，没事，我拉了，全拉了，车胎没了，我操！你他妈胎没了，我操！停这个死车！没事，少一个。走了，直接完成二十一杀，二十一杀了，是吧？杀三十个。谢谢我剑哥哥的两张慢卡，谢谢我剑哥哥。肯定有人啊！爆掉了吧？不像有人。真不像有人，没收过，都没收过，没人。我操！谢谢我剑哥哥的雪人飞机，狗都不去，谁去？我操！全新三级甲，72的三级甲。你这多少 ？OK。谢谢我剑哥哥的雪人飞机，谢谢我剑哥哥，一夜800次，剑哥哥。这逼还是要看，人多吗？进来了，红标，没看见。别往左边走，我先换甲。这逼他妈小可爱，他搁那他妈边走边跳，他原地跳，不是加速跳，小可爱，他就那种按着 W 那种跳，蹦，不是 Shift 跳。啊。
慢跳。啊，老可爱了。这样子跳。他在干嘛？他在干什么啊？变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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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脸。二杀二杀，我接到我，来了。这他妈打的是。急个屁呀、啊，这么远。他妈狗先开的枪，我他妈急，谁急？我急，我这。我他妈都瞄半天。我说急个屁的活呀，他妈打的死啊，这么远。他又没站着不动。杭哥哥，剑哥哥，什么杭哥哥？掉点油儿，那泼货。他车我要开过来，有没有？车冒烟了，外面有个蹦蹦。不敢开，怕马路里有人。等等宣发，打完十二个人，差八个三十个，杀不到估计。右边那个是毒狼，咱俩扫车的那个毒狼，你知道吧？右边那个，血咱俩那个九八 K， 啊，他就是开车那个司机，跑掉的那个。然后左边是两队，那边三点是两队，卡着的。掉点，哎、他往毒外跑干啥、哎？跑了跑了，准备撅撅撅撅撅。完了，那个毒狼。哎，我这儿啊，我这很好。啊！独狼爆头了！别动呀！打完了，没玩儿。打不到了！啊 ，K 到了。趴着的，好可以趴。他们不在圈的，好像，都不在圈。马上全。爆料了呗，给我来一箱头。我这可以趴着的。被一空趴着打就好打。无后座了就。六个人不够了。开车了，就一个。杜狼还在那儿，厕所了。杜狼就是一个，想干他了。厕所也堵了，还帮忙上去吧，妈的，全干了。人不对的，咱俩旁边肯定有。独狼没了。独狼还杀人。独狼没了。不是杀人了吗？他打倒一个，他让他没了。他狙倒一个，别人清了。左边大雁，不知道什么情况。有什么宝宝位啊？你怕呀？宝宝位啊！马上到了。杜狼就死这儿了。下面，这边好像可以打厕所。我操了！差点回不来，两个，
我操，我滑下来了，操！不行，我得跑路。迷津路，我从左回了，我跑毒了。右边还有一个人，没救了。跳杀了，就他了，没救。哎，在这，不要点。这么快？很精准，很精准。死了。车，正呢，打开枪头，然后加上厕所没。厕所刚刚他应该没走，撅我了一下，还有两米地了，目前26杀，他扑了不？好吗？你扑吧，把他扑了，他想打你，你看他露头了。两枪直接上，打不过就别说了。两枪，没空两枪。厕所一枪头，直接开车。啊、哦，好的。一枪头了，过了他，等着，都是闪光弹。打翻他啊！打一枪就行了，别打头。他大狙，打身体就行。他妈，他就露个头，怎么不打头啊？他趴地上了。那你就别打，那你怎么过？厕所吗？肯定厕所呀。在哪儿？厕所里啊，还在哪儿？啊！我他妈透树，哎、我透树把他打死了，我他妈的摇树叶把他打死了，我他妈锁了不透死他了，没办法，看不到他投不投。世界完成单双人四排竞技模式23、38杀，世界兄弟们，我们是冠军呀，兄弟们，大杀特杀，大家有想免费估价的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兄弟们，想免费估价的买号卖号的可以加屏幕上方的微信，兄弟们，它是个极品库存号的，加屏幕上边的微信，兄弟们。想搞个批货的加屏幕上方，想出手自己的账号的也可以加屏幕上方，兄弟们，现在任何人回复福利还可以免费领取一个福利，兄弟们，加屏幕上边的微信，我们是冠军，28杀时间，帅呀，谢谢我刘哥的钻粉飞机，谢谢我刘哥，谢谢我刘哥的大飞哥，刘哥一夜800次，刘哥，谢谢我刘哥的钻粉飞机，谢谢我刘哥，看一下多少杀，又封了一个。我16，他12，一共32杀，32杀出界，兄弟们，帅呀，兄弟们！觉得牛逼的可以办办卡，帮主播过右下的办卡任务，兄弟们，喜欢主播的可以办办卡。谢谢老色批的一张办卡，谢谢老色批。就你的号满成长加两个，这个问屏幕上方的微信耶，我不知道，这不是我操控，不是我管，还差两个人头过二星，兄弟们能不能过个二星，帅呀，差两个30个，这里有个像橙子老色批的，看着柚子跟我一样的啊，说加油继续，什么加油继续啥，就有一个
是可爱的粉丝。咋了？特别好玩。哦。你给我播到几点？肯定到骚友到点就下。六哥。确实，最近伙食不太好，我都是吃的面包。都是面包加鸡胸肉，也不是伙食不好，是我要减肥，确实没什么劲儿。得得得。谢谢一夜孤舟的一张漫卡，谢谢。还差一个人头，我一二星，这把好像不对，不对不对，这把抢不过。一楼，高二一楼怎么说？他妈我都来这儿呗，他妈撤一呗，没人，不怪你们。一个好像。二楼，没头没脚，我来，在哪边呢？右边。你雷着是吧？来人了，下面出来一个，右边吧，右边有两，右边两个急救包，别紧。我操他妈！直接他妈爆头！这不能吧？啥呀？不知道。这位置来了。来了，救你还是有用，差那么一点呢，就楼里还有一个，反正就在里边。陆离的门怎么往我这开了？不知道啊。哈哈，这不就他开的吗？他俩又没在那儿，肯定在那儿。关门了。啊，人呢？他妈门谁关的？你关的？我不知道。我没关啊。我也没开呀、啊、这他妈门谁关的？这楼里肯定有一个的。这门谁关的兄弟？我没关兄弟们。啊？谁他妈关的门？好了，对呀，那门他妈谁动的呀？我可没动，有鬼呀！有人说他下楼了，这他妈就……咱妈都是屌毛。没有，隔壁楼两个，我看到两个。那他也是屌毛，两个屌毛。都九八 K， 我操！我拿一下，分的给你。哎呦，楼下说不定有一个，但是有人说他下去。真的？
坑子，高一，走。楼下说不定有一个的，注意一下。他妈的，别自己吓自己的。清理一下不就好了吗？管他有没有。没事，走吧。看到空投，就不要一点。要干嘛？这他妈还标？标一个呗。标了，标了。他妈不自信。都妈，那开车走吧。啊！脸上有一个。对。掉毛。还有个屌猫，右边，帅，我没呢，回来吧。刚好还有车，哎，方便。打了打了，他妈给他打汽油呢，在楼下，他妈完全没有，狗喷子，打死一个，我不怕，我有傻瓜蛋。哦，一楼啊！哎，这他妈在门口他妈卡枪，死了，卡自己枪在这儿，蠢吗？还有吧，侧翼那边有的，感觉高一都回不去的，赶紧吧，回吧，不墨迹，走啊！六杀，六杀出坑。开小卖部呗。啊？杀完了。我是侧二的那个两个屌吗？嗯。开小卖部去吧。走，空投。送了什么加速器？我操！哇操，这是个啥呀？怂逼呗，落地没跳呗。就得拐了呗。这个前面马路上，这估计没了，这他妈空投，外甥拉了，掉马路上谁不行？丢了把九八 K。AWM， 妈的，肯定在外层。什么加速器？主播同款加速器，非常的好用。主编同款。咱俩喷子可以怼方具。喷
枪有。我身上喷着没用。AWM 开枪了，城里面是吧？对，听不太清。山上好像有了。在那边小雨好像。他妈的，用了好多发了。发了，五发了，好不好？就那个白色的高楼管，对，脸上。哎，近点，近点，近点。哎，里面吧。哎，后面，右边来了，右边来了，右边来了，快走，走，走，走。就在，就在这，就在这，搞了他。里面应该。在不在？应该在里面，我感觉。外挂！我操他妈的！没事，他不行。你又开门干啥？过来了，过来了，到脸上了。哎，他妈是狗子，妈是这个，是这个呗。应该是这个挂行倒了是吧？好，是这个。嗯，挂倒了。后面来了，前面一个兄弟。没了没了，三个就他。他妈的锁头！我看他不对劲，我操！然后跟你不是我听到感觉挺近的，然后他喷他的，好像有，是不是有脚步？对对应该有，应该有。在这儿好像是。对对对，就那附近。那你要又来了，咱俩都没停住，听到了。我操，好几个，各位。找个房子，找个房子。我上三层楼。两个好像。下雷了。物资。两分没死。进我们楼了，刚刚。位置。进我们楼了。那个楼。四个好像满编四个，我来了，没事，没过来，没过来，咖啡厅那边三个，脚下一个，啊，三四的，哇，三个，还有三个。到了，就围墙还有一个，我给你丢起来，你上，往右走了，右边房子那儿，就雷那儿，我来了，然后进去了，拿下。AWM 舔了吗？没舔吧？没有。这边包你拿，二楼那个楼梯口门外。那太好了，这么巨神。要换枪吗？这个拳。大炮，我这儿。嘿。速来。帅呀，兄弟们！高手配合，强强联手，直接拿下。歪城，兄弟们。这个圈好像不太需要换枪啊，哥们。
你能换能不换，咱俩直接飞天楼去。我也想说，直接飞他顶上，那更加他妈想说了。那你分子别丢了。你车不知道开哪儿去了。高手配合，兄弟们，觉得爽的兄弟们可以办办卡。我坏。需要车，需要车，好，在这，在这。强强联手呀，兄弟们！对一加一大于二。他大鼻屎的，我操，忘了。十三杀，还有十五个。你要跳呢？没办过卡，典礼的礼物栏里面有个办卡，点击赠送，然后充值一下就好了。说啥？我说你要跳还是等车落地？你飞这个楼顶，我以为你飞那个楼顶，飞不起来了，我操！飞的啥耶？没关系，这脸上三级套一起丢。操！我他妈的弹出去了那边。他躲了应该，一楼好像有人。他躲了，躲了。锁了是吗？不是锁，没锁，锁没感觉出来。楼顶，楼顶，楼顶，楼顶点，楼顶点。右边那个角。这他妈老摊，掐累他就跑啊！老摊位，我掐累他就躲，这怎么打？你小心点，我跟你说不对的，绝对不对，被打一枪，绝对不对。这他妈这尬在这儿啊！他倒了，这个币倒了。我到右边也行。我要过了，我不能让他救。那个人速度太低。很惨，直接撞。这都没死，我操，三级头。先搞一楼的，先搞一楼，一楼别让他救。隔壁屋有个小喷子，啊，是你吗？我喷了一下。他在楼顶是吗？对对对。我炸他。楼顶后面。他这儿呢不行的，这直接上了我就。我也三级头了，跑起来了。标点两个，我光标两个。不行，我配件。再往这边拉，兄弟。啊，飞天楼还有。飞天楼刚才被打死了，肯定有啊，废话。我找个甲。甲力。迷你呗。不带两种指针，多带点投注。这样就不错了。他妈药都让你舔完了，没有病。舔什么药干？十三瓶。右边有两个枪伤，刚才听到没？然后左边是两个主播，飞天楼一个，二加五，差两个。救了，去救了！哎，我这一枪，封烟救人，打不到。怎么有脚步呢？你那儿？我这没有。
我听到加速跑的声音。没有。那盒子里有包吗？哎，什么的盒子里有包吗？啊，有大包啊！那他妈都让你捡了。我他妈什么的盒子里有包？我他妈以为他说那个呢，那盒子里有包嘛，就盒子跟包，铁包。飞天楼两个。我操！狙下来一个，两枪升级，看到了。补掉了。两枪身体狙下来了 ，MS。我是废人，我没夹。那么多包没夹？没有。哪他妈那么多包？总共三个包，还碎夹。飞天楼两个，飞天楼后面两个，加上刚才开车那一个，也有可能是俩。反正现在开车倒一个了，就剩一个了。我知道呀，我知道呀，就给你画线啊。这儿，我看能不能偷到。这儿。这比什么好？我知道我来了。锁头呀！我操，没血了他。击倒你，击倒，来得及吗？二刀，爬一下。爬了呀，我就说他妈好像知道我来了，你他妈还要绕，来得及个屁呀！好，来得及，来得及，快快快！坏了，我操，再他妈多一下，操了他妈，挂壁右边炸他，我来了，来了！哎呀，他妈老挂壁，操！这边摩托，他在摩托车后面，我应该丢雷的。锁头的，帅呀，还得是你，真恶心呀，靠离了，他还有队友，好的，他队友算一个，那就那之前那个没了，够了，他就应该丢雷的，看到这个样我就应该丢雷的。笨的呀，兄弟们，扫肯定扫不死，扫肯定扫不到，他在摩托车后面。我可以点他脚，点他就边边，扫肯定扫不死。这围栏其实害了你，没这围栏我就出来了。你从左边出来呀，右边出来呀，不就快了吗？一样。右边肯定快呀。从你走的。对呀、啊，你从这大门走，中间这门，从右边出肯定快呀。嗯，好像是。没事，没挂就行，肯定是。谢阿童木设计的一张办卡，谢阿童木设计的办卡。老挂壁，操，浪。如果的是接受一二两张办卡，加一阵。哎呦，就是为了我的假，你就是为了我的假。他妈，你这个破二级甲有屁用？他妈的一大半，还你别穿，一大半还不好，比你的烂甲好呗。哎，你再回一口就好了。谁知道顶不了一口，那一口很关键，我靠，一口回上就好了。我他妈倒地怎么回呀？回个屁！我就说的那个意思。再顶一下，空血救你。顺便回看楼道里有没有人儿，行。确实帅。我两个腿都没有知觉了，他妈的！为啥？坐太久了。抖啊！我他妈一直抖。几点下？
我他妈直接开咋了刘哥让他们几个人随便打狗要狗去那有啥用啊、嗯嘟嘟嘟嘟，还五米地儿，兄弟们。他不锁头的话，他也打不过我的这一波。他锁头，直接一秒倒。锁甲的话，没应该打不过我这一波。锁甲，因为我应该还会有个一滴血。你觉不觉得这个人很诡异，兄弟？不知道啊，他说不定瞄了你二楼的窗户，因为你二楼只有一个窗户，也有可能。这个应该是那个把那个车上锯下来的那个兵，绝对是。两枪 MS， 我看到的，两枪全他打的。这圈怎么打呢？去这个反斜。不知道啊，不知道有没有人。太离谱了呀！你开车往前面看一下。人肯定在那蹲着呢，肯定在那蹲着呢。坡那么大呢，说不定直接开车一逼闸，往前往右走，往左走。哼。车呢？坡下。晚上架着咱呢，哥们。不就是打你吧？还他妈是大狙，就是打我的。我怎么没听到？还不是打我呀？没听到啊，没听到枪声。打的是我。没听到风声。就那个破那个脚下打的我。还有个吉普吧。不开了，要不再等一会儿？你这他妈在那等？我那墙角嘛，我那墙角等我封烟，我照样走。在二楼也行嘛。呵呵。就在那个墙角，妈的，就在那，打我了一枪。这枪没打中。楼梯有车，没事。不行，这俩在一楼啊。你别他妈别切了，原地踏步，还有个栏杆挡着，坏了，不太好，这个位置，不是不太好，是完全不好，坏了，人家还是人家的圈。还是那个 AWM 的圈，这位置干拉的话，尿尿兄弟，给你打尿了，人家的圈，你完蛋了。这不是打尿了，你知道憋尿使自己的精神紧绷，你知道吧？懂不懂？嗯，确实，确实是僵直，反应很快的，确实是僵直啊。看你反应了，这波。飞上来有没有雷、啊、等他扔雷我操我左边是不是有一条货啊怎么可能我操太你侠妈的！这他妈这个人把你一个雷炸死啊！啊！他把你炸死的！为什么是他炸的我？不知道啊！一个雷直接塞嘴里，我是吧三个，还他妈无知！我操！真恶心！一个雷就炸死了！这人不是挂妈的，我都不信。看了半天，我看了，我再看看。
看那个98017，妈的，98017也不是那个 MS， 500级的 MS， 看了半天，马上开觉得就没化妆了，一个雷直接结束，关键时候直接嘎了，枪都没开出来。以为要开始了，结果直接没了。开始了吗？已经结束。这个人视角怎么这么奇怪？哇，直接倒脸，剩一个无字王，等死吧。要死了，右边要打他了，右边怎么不打他？鬼！还看到人了，还看到人了，还补人呢，还有死了，人在左边，不打他呢，那 MS 没了。这人在干啥啊？这人瞎逛，兄弟们，闲逛。逛街王。又封一个，封了好几个了，今天可惜了，我们是季军，兄弟们，可惜，16场季军。炸死了！妈，决赛时刻！你怎么玩？还他妈刚准备开始，直接他妈结束，枪都没开。我还以为是前面的人知道吗？对，切视角我也不知道。真牛逼！看楼梯那个哦。输了两个线没吃敌。上方福利有啥？加屏幕上方你就知道了。任何人加屏幕上方回复福利二字，免费领取福利，任何人都可以领取。很快，一枪不中，别玩了，他妈的，这枪狗都不玩，我一个多。哦，大鼻子来了，喷子，我操，这个是，这他妈闪 Q 是麻了，傻逼嘞，全白，我操了，他妈的，他扔自己的，这门口的是吧？我扔的，你扔的，我操！我扔的，我他妈直接傻逼了，我操！
闪我10秒。全白。妈的！这不叫加微信还能咖喱喷子，子弹呢？一呀一呀。走，哪里有人？你走啊？走啊！不够，侧翼吧。走啊！你侧翼。他在他妈打啥呀？不是，他在打哪儿啊？他估计还在舔包见面呢。不是他没有吧？他打我了，他他妈对着墙打，操！肯定在舔包见面，没关得了呢。还用想？对墙，这个逼，操！都打反击。他应该打着，他的打着枪应该。好，就这边。二楼吧，阳台。我操！老六，背走。外面有一个。他妈在挂。没事，他打人的，他打人的。进来。操他妈的，不打你呢他怎么？我操！这老六。操，那个逼好猛的，第一个兄弟。他怎么阴人呢？一个那个，那过点枪他妈打的明明白白，过一下一枪，过一下一枪，地洞，不空的。这他妈不打你，打我！操，你喷子他都不打你，打我有啥用啊？你在前面嘛？一声一声，怎么打不死呢？操！不行，我要视线反杀他。操他妈的，这个人遇到过哎，这个 ID， 这个这好像就是那把，就那把斜坡狗杂那把那个人，这个、ID 就是他。我操，卡麦了，卡麦了，快快快，快去让他歪歪。快快快，兄弟们！交流不了了，无法交流。怎么一直往地上趴呀？操！不想趴呀，一直往地上趴，击倒了，兄弟们！有没有数的？击倒了。
配合挺好，我负责勾引，什么意思？啥意思？这叫互相配合，少了谁都不行。卡麦，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这他妈声音有点大。走，声音有点大，我操！我调一下。倒霉蛋，几倒了？四倒了吧？他说，三倒还是四倒？三倒，再倒四倒，不能再倒了。对，这叫纯纯倒霉蛋，你知道吗？人都不打我，我出去了都不打我，里面来的。打图片吧，卡人吧。撤撤撤！来了来了来了，看不到看不到，在哪呢？这开车谁停车？钱。100！一枪头，这个人露头的。还有俩，还有俩。还有一个，追呀追呀，妈一车呀，操！风去风去，上山！要爆了他的车，冒烟了。还没吧，快了快了，行，继续继续继续，又拐了，我操你他妈，爆了爆了爆了，走啊，谁的头？我的头。铁豹，铁豹，妈单机两局，哪呢？不知道啊，他妈的，这一个那一个，这俩丢东西了，他们又来了，我要子弹，哥们儿，有，对，走，我要喝饮料，开车，快，停车了。我操！停了，哥们。没停。开这开。在干嘛？说不定吓人呢。里面。一个。拿他。还有一个里边。他妈！妈的！加把劲儿，过来了，过来了，抢抢抢抢！我操，你在干什么？我他妈看我这边有一个，你他妈说抢脚，操！你他妈的！我就我说我抢脚确实有一个呀。我说我这儿他妈有一个。太早了，我他妈直接上就好了。
给他枪脚枪脚。我他妈一进去两个枪对着我。这不拐角吗？未必你那个墙角里面有一个，我没管他呢，我过来打这个的。他妈的。这不拐角吗？什么墙角呀？拐角，墙角，墙角是里面那个角，那他妈那叫拐角，什么墙角呀？哦，拐角啊，围墙边也行啊，墙角墙角。好的好的，他妈墙角我干里面了，我怎么干在干左边这个呢？操！他妈的！拐角拐角。我他妈四刀，你怎么先刀啊？一个都打不死。我看见那个逼倒了，我就进去了，冲进去了，你知道吧？哎呀，我抓不到几个人，我操，冲动了。冲个逼呀！看到倒了肯定不能冲呀。嗯，没事。杀疯了！他妈的，杀几个？六个。忘了。你杀八个吧。杀六个，打了两个，威等于八个。坑的，这把他妈还有四十个，还他妈有三十多个呢。我他妈，你搁那说墙角墙角，他屁股突然打我，那么他前面就打我，他个屁呀！我本来干前面的好了，都没管后面，直接两面围来。我杀了几个？我杀了八个呢。对呀，杀的多了。上把打赢三十多了，自己啥也没干就倒了，要不是被烧了绝对拿下了。笑死了笑死了。你倒在里面墙角是吧？对呀、啊，我倒在里面墙角。我他妈看你那儿。然后我看到我那个，我那墙角要打你。墙角拐角，墙角怎么能叫拐角？怎么能叫墙角？啊、拐角拐角拐角。啊，拐角拐角。这他妈什么时候也不可能叫拐角呀？不，墙角呀。嗯，拐角拐角。拐角拐角，学会了学会了。没事，这把一样。哇，这个人从平行可以抢吧？可以啊，为啥不行？我对面，看我这个。哎，你干啥呢你？挥拳。另一个呢？脚下有换子弹。一楼。咦，收家，没听错吧？他肯定进的一楼，他没破窗，没家，妈的，喷子了，我有火，我滴水兄弟，抬不起来，他蹲着不动了。珠宝夹没有，我有夹，这有夹。等会，在左边对吧？不知道啊。在左边，我拉外围看一眼。是个什么屌吗？跳下来他都不知道的。他妈
陆地七六人。那个路人特别像，你知道吗？他妈的，他落地跳红楼，跳到四楼，捡马枪不动了，就不动了，动都不动。还有吧？然后还一直在那叫，没了，就这俩，就俩，叫，两个人不冲，啊、对对对。大城学校挺多的，好像。把六道门。我这把我喷的了，兄弟。喷死一个。哎，刚打完，过吧，直接过，我觉得有戏。对，死我也愿意。这个摩托，来来来来来。屌包。应该不会，那个名字不对。屌毛他妈跳学校吧？那也太屌毛了。他在那个二楼打的，天骄阵。后面有人，右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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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钢琴。上面上面上面。上去了。进屋了！我操！我瞎了！闪自己！进来！我他妈进个屁！猫都看不到！操！这个死鸭子给我他妈闪的！我操了！救我！这是什么？这他妈什么闪呀？我在哪儿啊？真的是糟了，我他妈毛都看不到，这弹那个墙上直接把我人都弹晕了，我操！个死鸭！啊，胡闹吗？这不是？大坏蛋！他妈的，这他妈玩个屁！这他妈玩个屁呀！这个死鸭子！哎，害人精啊，兄弟们，害人精，害我好几次了。没事，没事，没事，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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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害人精。对对对对对对，你还他妈对对对，你他妈不是害人精。对对对对对，门都找不到，找个窗户还能进去呢。哎，可恶！被他妈幺六打死，我操！还连打带补，哎。噔噔噔，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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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得等一下睡觉，拉开被子一个白。我弟弟过去了没？啊？我弟弟过去了。啊，琪琪，在呀。嗯。他不在吗？过了。他回家过年了吗？没有吧。回来几天。哦，在呀。这会儿呢，干嘛呢？睡觉了。你俩睡一块是吧？我没有啊，我自己睡。不是你俩睡一块吗？没有，他俩睡一块。谁俩？他跟另一个睡一块，但是他另一个不在现在。啊，那可得。快，机场吗？走啊，机场。他俩睡的大房，我是他妈单人房。他妈的，我那个白到那个门框上弹出来。不是，主要是左边蹲了一个，不知道。左边他妈一个幺六，凭什么杀？那个幺六太恶心。主要我还翻进去了。我还不知道有他，知道也没用，知道也开不了枪。不行，我也不知道。后面一个，我是。右边打了三枪，我才知道。后面屌帽，他跳三枪了。
那那是屌吗？不叫屌吗？那是靓仔兄弟。嗯。那是靓仔呀。就最左边那个车。最近的那个吗？对。撸的。他枪肯定不行的。那地方能去吧，我都不去。有头有脚，上。倒着搜吗？这小子有吗？没有，前面听到了，没头盔。饮料有吗？来一边。有。雷头没夹。哎呀，雷头没夹。那不完蛋吗？他妈他跳这儿的，你他妈有好东西吗？什么垃圾地方？主要是他还反应过来，我操！那你瞄着我，再摸一个。他装备能行吗？想死我了，老幼子！想死我了，不给我来张办卡啥的？想不是靠嘴说的。知道吧，办张卡，卡都看不见，光说想。小小办卡而已。脚步，墙角，右边墙角，在中间好像。这说了右边的，不信。啊！他妈右边，你跑左边去是吧？屌吧！你跑左边什么意思？你他妈又说中间，我他妈谁知道呢？你喜欢跟我一环啊？他在里边进步，我靠！他在那鬼叫啊！你不要这样子，大哥。说啥？有好说。大哥有好说。他在那鬼叫呢，那个人。大哥，我操！别别。把枪东西丢给我，东西丢给我，快！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大哥，东西丢给我。丢东西，丢东西，丢东西。我还把配件拆了，你是不是不想活了？你是不是干活了？太坏了，还拆配件。大哥，那能对吗？那再见，再见，再见。说的好，不要，不，来再补一下。我下班再回家。哎，不，等，对，对。俗话说的好啊，有钱能够省钱，有钱能省鬼推磨，是吧？怎么？你要给我支付宝转账吗？兄弟，怎么着？来来，转账一千元，我这里还有一个亿，我是王盖你。我操，你没把我坑哪去呀、啊？哎呀，我操，我队友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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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还不走？我队友来了，前面，285方向，285，二八五，我给你285前面，我给你285，他妈的，没听到，有个屁！都来了，我操，都来了，他们都来了，骗人的他，有个屁！完了，看到你们，看到你们，完了，有完了，有完了。吵死了，这个人，大骗子，怎么这么吵呀？他妈大熊，哎，吵的一逼。Hello， 谢香蕉大大的半颗，谢谢，好兄弟，果然想我，不是假想。C1 C3 都有，搞 C3 碎嘴子。有吗？ Are you sure？ 不在这就在警察局搞 C1 吧、啊、警察局吗？对不对，警察局啊。欢迎我剑哥哥。哎，换个斩，干！听到了一个脚步，二楼。这好上吗？上楼顶呢。我操，挂吗？两个，右边也有。
坏了，这个 B 又丢个雷。你看，炸不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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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妈的，丢雷干啥呀？操！俩人都丢雷，我操！这挡板真恶心，也是挡板，怎么个挡板呢？小心对面上人，差点就把我带走了。我好像用头把雷顶走了，你感谢我不？绝对的，我跟你说。来了！哦哦哦！哪里哪里？外边外边，好像没进来应该。这他妈不是锁头！啊！我操！他妈的！这就站着，他就他妈站着瞄着，蹲着一动不动。我操，他妈的！怎么还让人补嘞？他妈锁，他妈锁了呀！我操！怎么这么倒霉呀？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操！那也太离谱了！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为什么这么倒霉？我操了！他妈跳下来没声音，服了都，落地了，一枪没了，一枪没了。你看他，他蹲那儿一动不动，就往那一蹲。你看他枪，看好了，兄弟们。哎，哦，他有他。回放左边没队友是吧 ？OK， 看一下。按住屏息，直接两枪，看没？他妈怎么打呀？怎么感觉我的无敌时间？打了，跑路了。没有啊？怎么感觉他能穿我的无敌时间呢？我他妈录。1.5秒无敌时间，他妈的，在他面前好像没有一样。他很卡，不卡不，他卡个屁！断断续续发出来的。他按住屏息就两枪，直接吃3-4枪直接补。你看他子弹，你应该看他子弹的。我听到他就开了8枪。对啊，噔噔噔噔，两枪两枪头直接死，然后补了3-4枪4-5枪直接没了。他打死我的时候，他42发，然后变成了39发。他补的话就变成33发，好像。那就是单点啊，特别牛逼啊！反正就直接没了。我以为他太卡了。他无敌时间，他妈的，怎么感觉没有呀？这无敌时间，谁他妈知道？老挂逼，就按住他那个屏息。他也不是蹲那不动，他按住屏息开着镜，按屏息，然后往左挪，把我锁了。锁你就完事了，跟你做逼逼呢。脚步都听不到，主要是不知道他进来了。他本来没进来的，他挪进来的。那肯定是挂呀，他妈单点那么近。两枪头，就是挂。他不是谁是？已经看了，出现就完事儿了。蠢挂，老蠢了。全程来进楼之前，全是蹲着走，蹲着进来的。花园那边也是蹲着走的，老他妈蠢的。今天不带老板，今天老板好像都睡觉去了。打算陪我一块带吗？我带个屁！等你跑了，我跑了。要现在跑，我也跑了。那，哼，我们就跳人了。
那得讨好讨好我了，不让柚子跑。楼顶楼顶，赌场楼顶。我、哦、这块也有，我没枪，我他妈每把落地都是喷子冲锋枪。在这儿。我操，什么东西炸我？我脚呢？哦。走了，这个二层楼右手，赌场没补掉，瞪他！斗鱼皮皮羊，斗我没有那啥，头甲，我他妈点了，架了半天枪，头甲怎么做？哎，爆炸了，不错。听到脚步了，救起来了，兄弟们！一炮，恭喜你！脚步，这个回放肯定不是回放。小房，小房，小房，车库，车库，车库。没了，没了，让你告诉我、啊，不是他队友没了，我就舔个头甲，我怎么是这枪呀、啊？六八六，不是幺八九七，不是十二 K， 狗都不玩。那你现在算加班喽？我跟你说，半夜四点就没人，四点就彻底没人。对呀、啊，半夜加班没用。嗯，四点就彻底没人。怎么说？三四点应该还有人。比如说现在的直播间超过20个，我就接着播会。没有，我就跟柚子一块跑。扣个一。我看看，谁在呢？走走走走走。红楼左边中间楼顶有吧，是不是有脚步上面没有，没有，听错了，把他们七个烟，哇好多闪光呢，你搞一下，我这里大概还有15个来着。你家呢？你家几个？不知道啊，你让扣一，他们也扣一了。没啥人啊。人多不多、啊？没人看，没人看下来。没人看跑路了，这没人看玩个屁！也不是不想加班，没人看没办法。对。差不多了。都差不多的。不给空气呢，没关系。走走走走走。小童，晚上大鼻子，我他妈5颗闪，兄弟。没人啊。闪他，好吧。稳住。左边吧。他得干了。嗯，脸上。头上也有。好像是2楼，2楼阳台。不对，3楼还拐角有的。我看到那个头了，好像。都有，都有。拐角。好多人，我操！啊！我他妈碰到一个楼梯上了，扛我！雷！他妈的！快让我进去！加油，兄弟，你行！好多子！
打起来了、哦、不是一队的有机会有机会哎呀我操了妈喷那个楼梯上恶心死了哎狗路哎十二 k 快了就十七个主播拜拜晚安可以右边那个是大毕生吗对他这个名字不对妈的来楼上吧楼上有小心阳台你不看着阳台吗没有他翻下去了他在水泥房他跑了跑了一个楼上还是大鼻子你们两个大鼻子他也是大鼻子我认为把他逼进去我这个嘞掐啊里屋里屋我闪了妈的弄死你他妈的泼水他妈又打一下打个毛打到我那个屌猫跑了一个没杀我操他妈助攻都没有妈个屁你为什么没杀人不知道啊我他妈救你没事你杀了人等于我杀的你的命就我你的命都是我的了有道理可以搞他呀我觉得搞谁呀他是个大鼻子大鼻子啊他必须在这边呢这边这边还有一个呢他跑过去了他是把队友接上了、接上几个没死他不可能去那边开摩托的他妈的分身术今天必破单他妈也太难了扑个毛走把那个大鼻子干了、脚步哎听到没有进步的下面下面下面听到没有我又听到了下面这个房子吧、不是吧就在咱俩楼里吧不是吧房里吧楼里呢一二三楼一二三楼应该是一二三楼独抢他妈楼梯我操这他妈怎么能上人对对对中间跳下来了跳了可以打落地了他就在我楼里二楼好像二楼好像你在哪呢你可以从三楼阳台翻进来三楼阳台翻过来他就在脸上听到没就在二楼来了一个杀不到哟操了他妈一个没杀哪里进步呢你他妈翻下去了我他妈在这儿谁知道上楼顶有一个确实感觉这个人是独狼的他妈我刚想说他在一楼下面有雷双大鼻子呀哥们我看看圈可以呢来吧我这一把楼上还有一把一个没杀